群人被困在河中央，在湍急的河水中拼命保持平衡，其中包括多名小孩，情况岌岌可危。有人重心不稳摔倒，立刻被冲走，岸上民众心急如焚，却无计可施。大陆河南三门峡下游一处网红景点，过年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游玩，他们翻越铁丝网，不顾警告标志，走进水道中间，河水却突然上涨，至少十几个人被困滩地，一半以上都是孩子，看起来像一家人，没多久整群人都被冲走，造成至少两死七失踪。网友怀疑是上游大坝放水导致悲剧，遭到相关人员驳斥。也是在河南一处庙会上的旋转秋千游乐设施失控，缆绳绞成麻花，座椅在空中重击货车栏杆，甚至两两互撞，有人被甩飞跌落地面，相当惊险。突然就撞到那个护栏上去了，他们也绞到一起了。据了解，游乐设施未经允许设立，受伤的游客受到惊吓已无大碍。河南商丘则有人在高空弹跳时悬挂在半空中，看起来随时要掉下来。目击者指是钢丝安全绳断了，景区否认，说是游客太紧张扣不上扣环，教练下去帮忙。四川乐山景区一个载人热气球疑似因为钢缆断裂，在没有专业人员的操作下直线上升，在高空爆炸，热气球爆了，先坠落下来了，缩成一团快速下坠，底部还挂着人，当时一共四个人在上面，造成一死三重伤的惨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架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三倍。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？是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